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哎、欸，隔壁，嘿、hey ，那个高丽啊，哈，精力又赞，嘿，露营车你上爱，咁早了对吧？哎呀、啊，好了好了，不好就解码的那个价钱会越来越高，是啊，签落来都已经等你啊，我紧啊，也无差啊，对啊对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咁早一个，你带个水耶。差出水耶！哎、欸，剃坑哎，这什么年代啊？都剃坑！你要不要去看隔壁的？隔壁的什么？爱丽丝狮子。很多人也不跟我讲店嘛，他们说好弄到好三万、五万、十万还是一百万，一波够嘛，所以就开了的对吧？对啊，最高规格。没钱，没钱。那先看我表，好，咱头啊开始看，现在考察啦，这大店刚买买哈，预备好贴牌要拿去考区，对，加顶扣，慢慢挨扣。我跟你讲，我到底雨刷派的，你都已关了，掉在都已诶，这要检查啦，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王茂大啥。哎、欸，先买旅行价嘞，啊，这机无去啊，现在小事都斗起来帮你。哦，错晒啊！有些讲错晒，现在哦，这个后边啊，这一般甲四门的无共，坏啊，咩啊创？是啊，这我看爱爱爱像网友讲的，我爱去中立去啊，大间的去睇看卖。哎、欸，我头看到一个足厉害，你看，你看着无？双雨刷，这人解较光的头前晒过，俺孙同志讲你是田径赛来，有像无？杀杀啊，杀杀哎，能机哎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我刚看到的，我不晓得。多一个会坏的东西。啊，对啊，多一只，错晒啊啦。真麻烦，换是拢会使，但重点要会无，即马钱开落都唔知有无。其实外表还算不错的啦，就是才酷酷的呢啊，太耍点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来滴，里面吼、喔，我感觉是足侪弄个 camo 是同款的。我之前拿来用用。啊，你看，讲足水的，啊这啥？我来讲，这真正拿要去抬啊，你爱下一个表，左边的出风口，右边的出风口的什么东西？啊这啊，你看，这个拢个 camo 应该看哦，这么破一空的，啊这到时要抬哦，就看这拢开开啊，你看。哇，你看，规个拢面板拢颠倒，这期这个坏了，少了一边，这个要杀对哇、啊？哦，这金属它抬啊嘞，大家看，我来看一下后边，哎呦，门帮啦，这车门帮拢很歹，这种变拢变坑的呀，是不？哦，可是重点不知道有没有材料啊？那、啊、它里面是什么？原地是甘蔗棒啊，甘蔗棒啊，嘿，拢呼气啊，这拢会流水啊。可是这个吼、喔，白皮啊，啊就无差诶，这就是原汁原味，就是啊，千块钱起，这就到时最高规格，这地毯拢个挑出来。我感觉是安尼，这拢个千啊，这种困到拢生高气啊。甘蔗棒有啥？对啊对啊对啊，密集版啊，这嘛拢便宜啊，哇，家己做落啊，家己买当个菜啊。这到时就大工程啊，这，诶、欸，这边开关嘛歹，这啊，诶，嘛歹，诶，太在你开个开哦。哎呀、哦啊啊哦，我都是开一破去啊，这嘛破去啊，剩一束啊呢啊，对哇、啊，你边唔着就袂开啊，这只，这嘛只爱换，后边把锁，这机嘛已经破去啊，这个没用机，而且哦滴滴有滴滴，哎呦，还在，太好了，太好了太好了，金太强，塞，这啥物件？啊，有漏水无？我都无咧，这只哒哒，唯一的好处就是这只无漏水啦，会塞，而且空间会放落，袂输我迄台咧，用到尾啊，这是不是无爱创啊？对啊，这人换，这不一定要专专用的，拿去比长度 OK 的噻。这我物件用够盖的，盖俗啊。哦，你这边搬哪来？我那边他都在破的。你家够电火，还是要跳电火？无，破去啊，把手在破呀。哦，啊这个啦，这个、重点来，我嘛唔知。哎，你看咱有用心，你看用螺丝甲锁嘞，啊从毛的这边是钢，那边是木的，粘着，算啦，土炮好吧？土炮。对，自己改的。这后照镜电动。对，我看到电动的家，你看到上。有吗？下、左、上、下，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爱变了，看下。爱变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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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一个要修了。这我有跟 Camry 是同款的，但是 Camry 你唔知有无？哈哈哈。哦，再看下眼镜的。哇塞！哇塞！啊，来，两支有啊，伸展。伊这台就厉害，用眼镜做安尼处处。所以哈，有一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你目睭咧看咧去哇，拢无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有对，有那边咧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看是呢，但是被水冻死呢，但是水可能有咸，有可能流那边啊吼，那边啊清洁看卖。其实这一代啊，但唯一好处就是吼，保养换油最简单嘞，好倒，安尼做得着啊。这是那个机油芯，应该是最古早的款，水龟做那边好像新的，对对对，上下水管看弹性都袂歹啊。但水可能有咸，可能唔知倒样啊，那边小清洁看卖。最少看可能换无偌久。啊，电池啊，一般是七年。我台拢做耐用的啊。好了，清洁看卖，清洁看卖。这种派的，你看，这种不错啊。哇，不是，这铁牌袂当换。刚才讲是老车，就是那种老的感觉，袂使用漆漆嘛。不然换成新。对。啊，新嘛是，对啊，新嘛拢油啊，对啊。啊，
中冷暖啊，这是他那个天片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看到物件，这啥？绿色这啥？最想注意啊，这面顶啊，我在吹，你都在吹。这不是外星人的血啊，这是啊，水香精呢、啊，哇塞，哇，整排的，哇，啊，爱吹吗？这边也是，有爱的滴落来，从上面滴落来，啊，吹看都一条。我的车主冇开的，这个冇有经历过，另外这高昂高薪的。说这一块是。对，它大块，这是电线的，这是电线的。嗯，欸、你看我哇嘞。都开多久啊？这我好像配大忙那些呢。我那边面顶看嘛，应该你后边面顶，它引擎很奇怪，它做倾斜的，所以后边面顶要做麻的，要小看一下。啊，这真正是漏水啊！这台敢那有开的，车主有开的，有你搞啦。啊，避震是没有漏油，打打嘛。你头打厉害啊！你那边敢那刮，我觉得头打里面没有油啊，是打气而已。只有打气。打气而已。所以漏吼气较少的，敢那太旱啊，但是没漏油，很厉害。我讲机我看嘛，小我淡淡，你看，遮久啊，我感觉是怎样哦？请小陈先弄一下，先洗好清气。其实洗引擎不是说把它洗到没有油，其实洗完之后它漏了才知道有漏。就是洗完再看它有没有在漏。哎，假设这个油已经二三十年的卡到现在了，你也知道是今麦老的啊，是之前老的。嗯。就是要用这高级胶啊，先洗洗。这台车料应该都不贵。嗯，我觉得不贵。要去哪里叫？还叫一下。这才是重点嘛。啊，不要。后边后边我看者，哦有啦，刚才我讲正经的，头塔就是厉害，这样拢未漏油，啊这另外这拢破了料啊，有无？啊嘛未漏油啊，啊你看没有油啊，这个都破掉了，可是它就不会漏油，整体好不好？啊我看者，哎这是破皮还是？这破皮啊，对吧？拢矮啊，全部拢换，叫上都啊开落就对啊啦，对啊，你看这边嘛是，反正它嘛拢破的。欸、哇，换成那种钢管了，一样就是破掉，最高规格挖掉啊。那这个是用塑带绑的。咦，其实这个就对，会喷出来。这修饰链的啦，十四寸的呢，应该要挖掉。总不按挖只十五寸的、十六寸的吧？这台算都还不错的，它这个拉的比较好一点。你看这有一支、有两支哇，哦，啊，这个防倾杆。好，好，好了。水缸啊，开落呀。水缸一定要先用好，不然要哪换？那边要温度冲伊就了呀。水缸先换完，咱来看多一条啊。咱先看卖。其实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啦，因为你讲它都下骹澹澹，有诶无诶，其实别使再讲你讲啊。这泡啊嘛，这泡啊，这嘛拢澹澹，啊，这就是累积久了，一直往下，一直往下，所以下骹看一定拢较澹诶。不然就应该拢要换掉了。我主要是要找一条缸。哎呦，看着啊！我下面那一片好大哎、欸！哇哇，你看到？我这边看着啊，拍照拍照，行行行行，哇哇，照出来照出来啊！但是我看不到几条水管捞嘞。其实水它应该有换过，你知道吗？水浆筋的浓度还蛮高的，可是那时候可能没漏了，可是现在漏了，哇！这水箱水我爆毁，现在要来个打气，打气然后就是把那个头撞上去啊，压力把它打下去，那你就像轮胎一样嘛，那你漏气它会喷水或者是对，不会漏啊，不会漏的话它就不会压力就不会减少，就像人一样啊，给碳氮压力嘛，它没有疏解压力一样在，压力都滴滴啊，你还套啊，比如说开野马去洗两年啊都套去啊，嘿嘿嘿，你按这度，啊这样这样，哎新鲜的血开始流了，看到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看到在滴在滴了，刚才看未到，喊恁去啊！下骹有啊，这些，但是我唔知你多老嘞。贵宾，啊，这条啦，我知啊，应该这条，这条细条的，这条细条的，哇，这条套过后边的。台上我来讲，之前那个修理厂的啊，他做半套而已，他换前面这好换都会换的，搞不好新车到现在有可能还没换过。啊，这条爱用啦，上水管来个加，加没加？接着是温度头啊，就是它里面有两条，这水会进去里面的嘛，热排就进去了。所以是这一条。对，一进对啊，这个是粗的，现在是细的那条破掉，应该是这条破的，这条，哦、这条，好，这条细口，这条大口的，这应该足久的，这应该拢冇透过啊，这搞不好新车到现在了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开落啊，这条啦，他说是这条，这条唔知有怪怪无，雨刷冇上来，冇上来定位，好啦，那就有请小陈直接上场了哈，对啊，另外拿完啊，冇水啊，高丽啊，头盔有高带，最高规格，水弄完了，我觉得不管怎样哈，最先用后，那个在机车啊，机车啊，个打工，他看我先啊，嘿，无那边处理掉的都废气啊，检查结束了啦，要换的东西已经我。我记在脑海里面，确定了啦，到时候会写起来啦。为什么说想起来了吗？因为到时候啊，我觉得我要去找材料，我要开这台去。怎么样？直接去啊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靠吹。
我的印象中好像感觉上是可以回来哇，又不一样，左右边颠倒，让你抓出来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记起来是赛起的话，鬼鬼很快很跳。你只要记得我開，记得对我记得开去就好了。这几天偷偷跟你讲，不然鬼野马去不好啊。我在鬼野马去，那鬼野马去我没丢啊，那拿出去啊。开个野马过去嘛。哎、欸，塞一台野马。对啊，野马是不是没有引擎号码？好像没有。如果有5.0，你要落上去吗？绕啊，绕啊，绕啊，绕啊！好了，绕了，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、啊。喜欢的哦，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、哦，不是这样就结束了，到时候还会修理的影片还会加上去啦。欸、我今晚还是要去 Google 可以吹啊，好多机会。其实还蛮多的，要找啦。这种车毕竟它不多，引擎的东西我觉得都没有问题，主要是真的是外表后面那，就差在后面那一节了。还有这个啦，你看雨刷啦，雨刷真的挂了。你看哦，你看我帮他弄停停，再一次哦停，有没有？这个也要换，这个要换呐、啊，好吧？啊，这到时买，哇，这是用太阳在扩产的，对吧、啊？啊，这格子买换掉，我刚刚看格子也不行，我先来问咱材料行有无、嗯？有的咱先叫，无的再去杀，哎，再去杀。啊，那有足贵的嘛，再杀。哎、嗯、呀，头哟，哎，不接，开这嘛就有味道，叫材料了，他已经要拆。我们还没讲完，人家开始在动工了。他正在开始瓦片，对吧？破洞，水柱喷出来了。哪边？往上喷。注意看，有没有看到？水柱是由下往上喷的。嗯、哎，对啊。好了，那就那就是那一条，就是那一条啊，这一条、嗯。然后有一根往上喷的水柱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我们要换什么？我们要换这一个水管座。水管座。还有还叫得到。然后还有水管，但是这个两条其中一条啦，因为拿来比。哦、其中一条。哎、欸，那这个跟普通的 Camry 是通用的吗？不多啦，差不多都一样。来，可以看，你看它这个水管座有吗？都氧化了，就等拆起来之后了哦。你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从哪里喷出来的。换好了，就在这。它、啊、座呢，太漂亮，就不用换。哦，这个洞有没有看到？这里，这个，这个有吗？有水跑出来，就是这个很小的洞。哦，我们压力一挤的时候，它就会往上喷，对不对？喷血，对啊，就水柱这样整杠喷出来，真的，对啊，帮它止血，对，像在挤破洞。要把那水可以擦掉，可以啊，抹掉就好。但是会警示吗、嗯？然后这个也都硬掉了。那、啊、这只多少钱？这只100。100多。啊，它加了两个新的数值，因为这个旧的数值都烂了。对啊。但是工钱应该比较贵。工钱一定比水管贵啊。对啊。所以就是等就等科比去试车，看他有什么问题。嗯、对啊，再回来处理。对啊。耶、yeah! ！今天科比来带大家来试车，好。他、啊、试完了，试完是不是就要开始修理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底盘有什么声音吗？没什么声音，只有内装那些奇怪口味。目前听起来是这样。也没有什么可以拍的。对啊。怎么办？车辆无问题啊，嘛，毕竟开工必然去用我。我尴尬这吼，我车哦，我
要漂亮哦，白改啊，降危险。开十万啊，我刚刚讲两啊，你气囊几十米、三十米啊，在内部，难讲啊，要撞几次才知道。这个不要。